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守光。今天我们要玩 Roblox 战车模拟器哦。我现在这个吉考啊，超大只，整个塞在这只坦克里面，超可爱的啦！看不到前面，可恶！好想看到前面的样子到底有多可爱啊！那个惨，哎呦，哦哦，这样子好可爱哦！你看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坦克啊，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变更强。这个糖果是可以干嘛？拾取哦哦哦，可以捡糖果哎。然后我现在按下滑鼠呢，它就一直帮我增加我的战斗力。这个自动战斗可以打开吗？哦哦，这是跟人家打架是不是？啊，这个 auto， 哦，它会帮我自动射慢，还有快的吗？三倍速的话要钱299啊，那就不用了，我们就先放着，然后让它慢慢帮我升哦。我们现在增加这个战斗力，这个战斗力肯定是等一下打架的吧？啊，要我加到最爱吗？先等等，嗯。怎么会有好友邀请我加入呢？邀请啊，这是我要邀请他吗？先不要好了啦，随便邀请好友，人家想说你干嘛啦？干嘛邀请我玩这种奇怪游戏？我们自己玩就好哦。一趴可以选定你的宠物为金色啊？战车也有宠物的吗？你先冲过去，可以跟他打架吗？我这边有一个强化小子 Noob， 我们可以先跟 Noob 战斗，来啊，战斗啊！按住一 ，OK， 来了，电击，哇、哦、哇，我一炮就把它轰掉了，我太强了吧！我现在攻击力已经有，这哦，200、300、300多啦，我现在有300多的攻击力啊。是说这个宠物要去哪里拿到？这个什么？领取伤害药水，免费的 ，OK。然后这边还有赛季，啊、嗯，我们就先不用啦，我们现在这个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了。好，他现在慢慢帮我点了。宠物可以用抽的吗？哪里可以抽取我的可爱小宠物呢？这是坦克升级哦。我们现在可以升级我的坦克，哎，我们先升级我的生命值吧，先把我的生命值升高。嗯，我发现这个游戏是有音乐的，赶快把音乐关起来，太可怕了。OK， 关掉我的音乐，然后我们找一下啊，我看到我的蛋蛋了。这个战蛋是要50杯哦，一个杯都没有哎！我刚不是打赢了一个 Noob 吗？还要再打一次 Noob， 建议我要100的战斗力，再来，打爆你！轰烂，嘣！有了有了，我有杯刺了。OK， 我们先轰到5个杯啊，轰5杯，直接那个去刷蛋蛋啊！我现在建议我的攻击力要多少？我、哦、这个要1000啊，好吧，我们就先打你啊！他叫我去升级坦克。不升级的话打不赢吗？哈哈，你看470 ，OK， 我看看啊，他是用杯数去升级啊，我现在杯数想要去拿来买这个蛋蛋啊，个森林蛋蛋啊，这个有机会中吗？我先买来看，开启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小猪，好也不错啦，对吧？有个猪帮我增加攻击力。你看，每点击伤害增加200%，哎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装备，我装备成功吗？有了，我的小猪猪现在在我身上。哟，你看我现在点一下是加15啊，刚刚有加15。好，现在攻击力已经有快要1000啦，让我升到1000，我直接这个免费的玩20分钟就可以获得一只260力量的传奇啊。OK， 那也还好，我现在。这只就已经两倍了，应该不需要。OK， 1000了。来，强化小子，我们来战斗一下。哦，怎么？哦哦，强化小子，你行吗？哇，轰掉啦！我们把这个强化小子打掉就有5杯耶，直接拿来升级一下我们的攻击吧 ，damage。我们把我们的 damage 升级一下。哇，这个要升级。至少要这边100%才能升级啊！我现在还没准备好把我的坦克变得这么帅。OK， 我们现在还有5杯的钱，可以买森林蛋蛋50的、欸，好想要50的、喔。我们先刷我们的这个强化小子，啊，强化小子，受死吧，强化小子、欸！嘿嘿，我们刷它，刷到50，我们就可以去抽一个更强的蛋蛋了。我们先。这种蛋蛋是一直换的，我们不需要一直拿着这个小蛋蛋，对吧？你看攻击力已经1300、1400了，坦克升级，等一下，它旁边有一个乘以2，299R 乘以2，宝石商店。
你现在有钻石、胜利加成、宝石收入，哦，速度，这边应该先不用，等我需要的时候再来。他说这边可以接任务，我们必须再打个五杯，再跟他再打一次。强化小子，我来虐你啦，强化小子。砰！OK， 我们获得了20杯了，20杯还是不太够，不知道有没有完成我们的奖励。OK， 再打一次。现在怎么还有人在打 Noob 啊？ Noob 那么烂，对吧？他是每个 Auto， 好想按下去哦。哇， 99， 算了，我们用手动就好了。25了，我们再刷五次，刷五次我们就可以来抽50的蛋蛋了，让我的攻击增加更多。哇，他直接往这边跑，哎，他是想要我去抽这个神秘蛋蛋吗？花299啊！我发现这个宝箱看起来是可以互动的，开启宝箱看看能获得什么东西。哦，我们在附近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宝箱。它这边有传送黄金宠物，我们可以把宠物变成黄金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懂了，这个就跟那宠物模拟器很像，我们放5只宠物，一模一样的宠物，它就可以帮我升级成黄金宠物啊！哎呀，这个套路我是懂的，来，把你轰死，耶！现在打它好轻松啊，接下来下一个要打它，要打到 10K 我才有办法。我们先打这只就好了，直接把你轰烂，嘿嘿，40了。再来，直接把你虐爆！3、2、1 ，Go！ 我现在已经2000哎，战斗力2000了，放着不动那就帮我升到2000。来了，希望我能抽到好蛋蛋，请大家帮我祈祷。来啦，我有50了，我看看50的蛋蛋啊，50的蛋蛋好像也没差，是变10抽是不是啊？开启，几率会比较高。不是啊，我这样我花50有什么意义？不是我那个大哥，你是说几率比较高吗？我是觉得有点亏啊。啊，正在线上邀请他上线，我才不要。人家邀叫我去邀那个自尊心玩这个游戏，哈哈，好坏哦。目前无法在你的国家使用，哈，竟然不能在我们这里用吗？免费10胜可以获得，哦，我可以获得10杯哎。没有，我有10杯了。好，我抽这个就好，自动开启。太难过了。猪，都是猪，再一只猪，5只猪我就可以。狗不要啦，狗就不要了吧。狗真的就不用。OK， 停止。我们现在也没得抽了，我们有5只猪了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黄金宠物了，对吧？来，黄金宠物一只，2只、3只、4只，哎。这样66%，需要花20钻石哦，好像有点浪费。不是，我这样花20钻石没意义啊，各位你懂吧？我们拿这种只有200%的小烂宠物，之后就要换掉了，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留着。哦，我获得1000伤害。OK， 点起来，你现在这样一直加八是有点少啦，这是什么？哦。这是我们可以转身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游戏有很多很多要素哎。这个可以抽吗？我们有得抽吗？我们好像抽一次要多少钱？有99啊，吓死我了。然后这边完成了这些，不知道有没有给我一些什么好处啊？我们现在想办法，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样子能不能打赢10K 的啊？我们来挑战看看。哇，手速不够快！啊，不行！至少我要有个70，我才能打零。我先放掉好了。哎呀，我败给装甲新人了。装甲新人有点强啊。我们现在5.7K 要打赢他太勉强。现在是直接秒杀哎，直接秒杀你吧，强化小子。哎呀，强化小子，我们再多点一点。现在只能点8，感觉有点少，药水也没得吃哦。商店感觉有点恐怖，按下去感觉会出一点，就是要花钱啊。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装3只宠物，我们有10杯，好了，我们就在这边抽吧。自动帮我抽到一只好一点的，好一点狗，别闹了，别再狗了。哎，罕见的，哎，罕见，不是，我的猪是。
我的猪是稀有啊，那好像没有比较好哎、欸，我 6.6K 了，轰死你耶、欸！一发哎、欸、不是，光打错人了，但是好像有机会啊，不行好哦不行不行不行，我 6.6K 还不行，我至少要 8K 才可以，先放掉先放掉，按错对手啦，兄弟不好意思啊，哎、欸、我家的鸡卡我怎么？正好按一下就死了我现在攻击是五六倍啊，我到底要输什么？哦，他说什么？开启二宠物蛋，哦，宠物蛋我只要再刷一下，我就可以获得20杯吗？来轰死他！有，我现在已经7.1了，我们在不是我现在集卡啊？为什么一直往地上看？我抽个红紫色的也不错吧？给个紫色的，拜托啦，紫色的。好多猪啊！不是我要那么多猪干嘛？我不是猪啊！哎呀，很贱，真的很难抽到史诗以上哎，可以吗？史诗？运气有够差。你这个宠物有点想给它合在一起，可是它这个好像黄金宠物，不想浪费在这种地方。哎，它可以卖掉吗？我们看看，它只有丢弃哎。删除宠物要可以有获得钱吗？没有，好，算了，我们继续吧。我会不知不觉已经要8000哎，我已经7.9K 了，直接把你轰烂。来啦兄弟，我来把你打败了。现在7.9K 打你应该就有机会了吧？有，我感觉到，只要手点用力一点。啊！滑石被我点坏啦！啊，我滑石被我点坏啦！死呢！哇哇哇哇哇！啊，好难打哦！不是不是，我还是加一下自己的攻击力好了。33杯，我们来加一下速度、生命值。生命值有什么必要吗 ？OK， 我们升级一下攻击力。好，我们杯数已经用完了。你看。我每一下可以点加10的攻击力，有了90、9000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有观众在跟我讲话，我现在才发现。For you， 小光之前送你手电筒，你说你我不在现场，啊，竟然是厕所塔房的观众，嗨，可惜了，在直播，没有想到他特别跑过来跟我说，上次我们在送那个手电筒的时候，他人刚好不在现场，太可惜了。来，我们继续玩啦！哎，射烂他！哦，我们现在有10000的攻击力，打他就舒服多了。哎，25杯哦，打他好舒服哦，感觉打到这个位置就比较好了。这边是什么？还有说什么坦克升级？你的坦克可以获得螺丝是吧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OK， 我们现在获得160杯，继续升级我的坦克。坦克升级3次吗？这样子最大了，不能再升级了吗？那这个嘞，我还用到最大。OK， 我可以进化成下一个坦克了。进化，点击进化坦克，有了。无限坦克已经变成。哦，好像攻击力没有变比较强啊！我看一下这边有个领取，我们可以再领取第二个奖励，给个好东西哦，50宝石啊！他有说什么吗？可以加好友吗？抱歉，不加好友哦。哈哈哈 ，OK， 我们继续玩我们的啊！你现在有85，哎，这样子会变成29哦。我终于知道50杯是什么意思了，他把基本给删掉了。拜托，至少传奇，我获得传奇小鸡啦！有了有了，我们把这个宠物给换下来了。哦哦哦，不是，我们是要删除宠物啊，这边宠物先删掉。我们要装备这只宠物 ，OK， 装备最强的。你想三，你看攻击力好强哎、欸。他说什么 ？OK， 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我刚刚说拜拜咯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下次厕所塔房见。我现在攻击力已经有10，不行，要10万才能打他。哇、哦，来吧，试试看打他。我现在只有2万打他，打得起来吗？哦，竟然打得赢哎！哇塞，我的战力不用10，
不用到 10K 吗？哎，不是，我已经 10K 了啊，加了一万啊，我看错了，这个才是1000，我加了我的坦克瞬间变一万啊，难怪啊，现在已经20000了，哎呀，抱歉了，我以为我还在1000啊，我的坦克升级很有料哎，赶快先把我的坦克升级吧，先加攻击 ，OK OK， 我们把我们的杯刺升上去啊，哎，我的坦克好可爱啊，然后我们现在还能再继续抽我们的蛋啊，开启。你现在蛋，哎，它开起来了吗？请问我开了什么？开了一个寂寞，没有，啥也没有。再开一次，不是，哦，我现在没有哦，对了，我到底想开什么？轰烂它，嘣嘣嘣！我们刚刚把自己的那个坦克升级了之后，已经没有杯数，没有杯数了，我还想要升级，我真是一个贪心的孩子。有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来吧。开启，来吧，罕见，这样子的吗？这么倒霉的吗？三万了，来，再每加一次只有95哎，加好少，呼，把你轰死！我把多余的杯刺全部都加在攻击好了，攻击可以加这个升级的对吧？就是按一下的这个战斗力，现在是95，每点一下95，我点。这95要升到五万是有点给他困难，不过我现在应该有办法打赢50000的吧？哇塞，他是极限强化新手，哇，来，我要点用力一点，我的滑鼠要被我点坏啦！哇，这有点消耗我的滑鼠，算了，我不要好了，我可以晚点再打赢他，这对我的滑鼠不是很友善啊，你把我打赢吧。兄弟，升天准备，我们先多增加一点杯刺啊！我们就一直重复把这个装甲新手直接把他虐爆，装甲新手是吧？直接把你轰成不成人形啊！哦，好爽哦！现在这样每轰一下就25杯，其实还蛮赚的。OK， 把你轰烂，现在100杯了。我想要三个传奇啊，神话也可以。但我觉得神话有点困难，不过也可以啦。来抽抽看，自动，来，拜托，传奇也行。不要再给我猪了，不要再给我猪了。哎，我真的是运气有给他不大好。哦，45000了，再点个几下，好了，可以挑战你了，来吧。46000打你应该就轻松很多了，有，这样我慢慢点就行了，我不用点得很快，他就得死。啊，行呢，有啦，加多少杯？打赢他是加多少杯啊？哦，获得两个人哦，只要再打赢就可以解锁沙漠区域了，那我肯定可以，50K 50000的攻击力，随便把你轰回家。啊，125胜哎，吼，那肯定是先打这只啊，强化新手超赚 ，CP 值好高啊，打他就好啦，对吧？哎，好爽，就算我是拿猪也没差。我们先来升级我们的力量吧，来，攻击力把它升到最满，哟喂，还蛮不错的，来，直接把你轰烂了。我现在这个攻击力到底要输什么？嘣！嘣，慢慢点就好了，我们不用点得很快，150几杯，我们150就可以抽三次了。来，他神话是不是有保底啊？这些猪我好像是可以把它直接清掉了，猫也可以把它清掉了，我只要留史诗以上的东西就好了。他竟然让我抽到 0.09， 却没有让我抽到这个，真的是很难过。好，来，直接把这些东西删了。可是删了没有给钱，是不是有点可惜啦？删除11只宠物，有咯，这位兄弟怎么了？没有吧？他没有跟我讲话，吓死我！我以为他想跟我对话。来，直接把这个强化新手，哇，肌肉新手，直接把他轰回家，耶！而且我们打赢他还会加610的战力，所以就一直不断的挑战他就好了。
我们就在虐他的。哎，抱歉啦，我来虐你的。我现在就是不想要去沙漠区域啊，我先把这边给虐爆了之后再去啊。6万，我们先把胜利数加高一点，然后我们又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坦克升到最强啊，等一下就可以秒杀这只装甲新手了。嘣棒，不知道这个游戏有没有 PVP 啊？这 PVP 应该蛮有趣的，可是它可能只能这样子跟人家互射哦，这是数值上的 PK 啊。哇，感觉要升满有点困难呢，要升到下一个坦克哦，雷射坦克乘以25%的伤害，我好想要，我好想要、哦。来，我现在已经7万了，7万的攻击力，哎呀，随便虐，随便虐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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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轰你一下，你轰我一下，哎、欸，来，呵呵，我的血量有够高，啊，289，450，不然我们先去看沙漠区域好了，多余的弹我们先试试看，抽取一下，中个史诗也好啊，不是啊，史诗没有中也真的是有点奇怪、啊，有了，终于出，嗯，那是史诗还是神话？神话，紫色是神话，它的这个。叫法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跟我想的不大一样。升天准备好了。他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转身史莱姆，你现在可以变得更强了。我现在转身了。哦，转身之后你看这个升好快啊、哦、400多诶。早就该转身了对吧？我们先装备最强，然后把这些臭猪全部给卖掉。臭猪走吧。离开我的视线。我们现在有两只这神话鸡啊、哦，原来这是神话。那传奇跟神话为什么神话会是紫色的？这个我就先不用吧，我们直接去沙漠区域对吧？解锁区域，我还不能解锁这个区域吗？传送，我们可以去森林啊、哦？不是，我们不是就在森林吗？我们要怎么去制作鸡？我们要制作是不是？让我看一下物品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去吗？我一下就增加到4万多了，我现在攻击好快啊！不愧是有转身，接下来要转身要多少？要100万哦，100万转身。好，我们先打他吧。来，兄弟，抱歉了，先只能虐你啊！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他说的那个转身机，我现在还不会啊，不知道有没有观众会。我们先来看看，我们这边160个钻石能不能抽到这次。拖啦，让我在游戏结束之前抽到你，好，不行，运气不是很好、欸、都只能抽到猪稀有罕见，就是没有办法。好好好，给一只鸡 ，OK， 那也是没办法啦。我看这位兄弟，这兄弟怎么比我还慢啊？你是不是练得不是很勤啊？我已经8万了，好想跟他对战哦，直接把他轰回家、啊。好啦，各位。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就下部影片再来试试看吧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看到小光，哎，来挑战，继续挑战这个坦克模拟器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，我已经10万的攻击力了。好啦，那大家这个游戏你们也可以来玩玩看啊，蛮有趣的。部影片见啦。